你有批评吗，阿姨？想画爸爸，没事。我想画爸爸。什么想画吗？想画爸爸。讲故事，讲故事，先讲故事。对，它最艳丽。只要你们亲眼看到了红色的晚霞和花朵，就是大树兰和小树兰。小树懒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树懒这种动物吗？它们的动作特别特别慢，总是一股懒洋洋的样子，所以人们管它们叫做树懒。树懒妈妈有两个宝宝，大树懒和小树懒。他们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，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做了。一天早上，树懒妈妈突然要出远门，她对孩子们说：“宝宝们，妈妈要出远门，今天你们就自己照顾自己吧。”你跟爸爸打个招呼。嗨。小朋友，你们看，大树懒和小树懒能照顾好自己吗？对了，以前他们什么事情都让妈妈做。不是吗？把衣服脱了吧，热。不在了。待会儿再这样脱吧，想脱就再脱。你瞧，大树懒把衣服纽扣扣错了，样子特别滑稽。小树懒把鞋穿反了，刚走路就摔了一大跤。大树懒和小树懒一起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哎呀。”